明年中赞两国将迎来建交60周年，面向未来，我们要不断提升中赞友好合作水平，加强团结协作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，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，不负两国人民的共同期待。在此我提议将双边关系啊，在我们手里进一步提升，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。